讲因为民政府要搬出去，所以开始有空间会使移动，无较早是杂杂杂，就咱议员讲，敢若沙丁鱼共款，台中钱内底办公，所以可能可见到的有一个几部分的东西可能要被检讨，就是讲办公的场域不足，所以我们市政府同仁在办公上面的一些，不管是硬体或软体都相对的不便，那会影响到行政效率。我们讲行政效率就是行政成本的一环啊，哦，所以编这个预算最主要目的应该就在改善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这样子一个概念出发。然后我们有讲到这笔预算应该用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如果未来民政处离开了，把它原本使用的这个办公场域腾空之后，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去帮还留在市政府的同仁来做重新的配置，想起码以康奎办公的地方比较舒服一点，也就增加它的行政效率啊，哦，这是我们期待做的事情。第二部分才是我们一直在讲旧的市府大楼长期以来啊，它的聚会场所、会议场所一直不足。我要讲说，去财政处开会，管理局交人来遐开会，或者去公务处的土木科那边，连位置都没得让我们坐，我们好几个人要去那边开协调会，站着开啊，或者是其他的县市单位，或者是有中央单位过来，也是这样子找不到位置，或者说他们要再敲一个会议时间，往往都要耗费很多行政的程序，那就是行政成本的浪费。所以我一直在讲，开几千人罢班。如果你能提升1%的行政效率，在我们的预算成本上，106年度花编定的是173亿的预算，增加1%，它就会有1亿多的一个产值，何乐而不为？所以在这基础下，我是赞成这样子的编列预算要去处理的。但是有同仁讲，未来如果市长他现在希望做的新的行政大楼产生的话，可能在6年7年就会有一个新的行政大楼，那这笔预算是不是预算要调整一下？因为如果编的太多，把它弄成永久式的，有点浪费公帑的可能。所以有同仁提出的部分删减预算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很好，是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讨论。但是有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必须讨论清楚，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同仁也觉得，如果新的行政大楼当初的设计不是要让民政处进去的，那现在新的民政大楼中正区的区公所搬到那边去，旧的已经腾空了，那民政处可不可以去那边去？可以考虑啊，但是你也考虑到另外的成本增加的问题，所以也拜托你们民政处，你们先把观念先理清楚之后，然后提出你们解释到底合不合适啊？水电费跟你们新的道，你刚才有提到这部分，这是第一个部分而已哦。那我刚才听的没有错的话，在新的行政大中正区行政大楼，民政处搬过去是没有其他增加预算的问题，因为它的里面的来对掐去来对以神弄地本地来对啊，所以边个可以开机嘛？那如果在未来到旧的行政大楼去，是不是要多花一笔预算在？如果要多花，可以精神效率，我们也同意啊。所以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再编预算出来，把旧行政大楼改成你们整个民政处单独在那边办公可以用的，包括水电费的预算全部编进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两全其美啦。你们既然搬出去，然后我们旧的市府大楼的厅舍也做适当改善，同仁的办公场域也变得宽敞一点，行政效率也提高了，未来也多了几个会议室可以运用，包括我们有同仁讲，是不是也可以利用文化中心的一些会议室再包括来补充运用，那也都可以综合运用啊。只要能够提升我们市府同仁的行政效率，让这个提升之后的收益能够让全民所有，这都是好事情啊。所以如果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第一个1200万卓山我们也同意，再来民政处你是不是在考虑旧的行政大楼有没有机会再多编预算让你们进去过去，然后把两个案子拿出来比一下，让同仁来比较一下哪一个比较妥适，让我们来做选择，这也是考量。但是前提是你们要搬出去啊，你们搬出去那个旧的行政大楼就没办法做移动，一切都变成空谈啊，行政效率一样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同仁一样在很刻苦的环境下办公，跟别人没比拼的啦，跟咱隔壁啊新北市、台北市拢差足多，伫遮做公务员吼真硬气啊，所以咱来个鼓励啊，这议程应该要过，删减一下让他过吧。以上。好了，我们先不要说了，我来做一下看看能不能讨论这么久，好不好？我讲一下啦，好不好？
好好好，我们连演第一次发言，好，请连演。好，好，谢谢我们主席。我想在昨天的时候，我也有表达，其实市政府我们在办公的时候是必要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那我也希望说，这次编的这个1200万，那既然我们这个新的市政大楼就在几年以后就要会有着落，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1200万的时候，我们可以着编呐？好，也就是说不一定要用到满，用其他的方式来替代。那刚刚我们那个林明志议员有讲到，其实我也倒蛮建议的，我们这个民政课其实也可以应该是搬到旧的那个地方，我觉得会比较好。虽然那边的水电会有比较高，那是不是有改善的方式或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其实你在一个地区，在中正地区来说，它的新的大楼不是今天才说要盖，也不是说马上盖马上好。我的意思说，我们在这边服务的我们民意代表其实都会讲我们的愿景，包括当地的居民，他们也会对这个新的市政大楼的期待。那你今天如果说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在这里的民代或者是区公所有更好发挥的空间，可能是把原来的这个四楼变成这个运动场所或者是怎么样，我想市民会非常高兴的。那至于我们办公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民政处到了旧的那个区公所大楼有7层，一层有40平嘛，那应该每一科室可以在1平，我想应该来做这些的分配应该也是可以的。那也建议民政处在这里，是不是你用更多的考虑的方式，然后把它计划好，然后再来平衡平量一下。那也就是说我也希望这个市政府的要改修这个方面，我也是予以支持，但是如果可以酌减应该是更好。谢谢。好，各位同仁，这样齁，那么在行政处方面齁，2-168页建筑及设备费用1200万，我们删除200万，说明栏先行整修市府办公室1、2楼，3楼民政部分暂搁，这是附带决议。那第2-168嘛，2-228、229是比民政处搬迁费用先行退回，待追加警预算再议。好，就这样。那其他预算我们通过。至于国外理会这一方面，等一下，国外理会这一方面，那么对于刚刚我们秦议员所提的，那么请民政处把这个国外理会的出国的这些活动计划的跟国家，我们哪几个国家，我们把这个计划提供给我们行政秦议员。哦，妈尼啦。无啦，欠要讲这要讲啊，你就好啊，大家都讲好啊。好，那你就补充一下，我们李远好了哈。啊，今如果照主席说的哈，三楼不动，他本来预算就该减少，而我们现在还是减少200万，这本期不能接受，最少要减少大概300万。搁置。不是，1200万部分。1200部分应该减少300万，因为它三楼不动了嘛，否则就跟前面讲的那跟我们1200万通过一样意思，对不对？所以最少要减少300到400万。好，你减少200万本期不接受。300万。哦，2-168改300万了哈。好了，那其他没问题了吧？好了，好了，不好意思了，好了，好，其他预算我们通过哈。好。